是哪里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Into One刘墨。大家好，我是Into One林章。今天我要和林章。我要和刘墨玩一款游戏。玩一款游戏，这个游戏很好玩。对。那好玩在什么地方呢？玩了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他没有我帅，对吧？比较难评价。如果你们俩就是分两次粉丝见面会，欢呼声也是同等量的。同等量。那他是银子。好吧，我知道是周柯宇了。这是不是你很认可周柯宇的颜值？没有，肯定很认可周柯宇的颜值。好吧，我到我回答了。这个人他话多吗？其实这个人我觉得话，他跟你话蛮多的。跟我的话蛮多的。那是不是跟其他人话不多？意思是说？那可不一定，我是说跟你的话也蛮多的，不好跟其他人话也还挺多的。他爱我吗？哦，他相当的爱你。相当的爱我，哎，用相当这个字的话，那可不一般啊。就是在这十一人里面，在爱你的人里面都算是数一数二的。数一数二的，对，肯定有这么？就在这十一人里面，就是最爱你的之一，最爱我的之一，有可能没有之一。这个，我可能知道了。他住在他住在。他住在 A 栋吗？哦啊，这个好哎。他住在 A 栋，他住在 B 栋的三楼吗？他就住在 B 栋。他住在 B 栋。他是不是给山河图进行了编舞？对。你可以猜了。他是不是喜欢他自己吧？是。我知道是谁了。我再问一个，那我说。就是你去判断一下，孩子考得特别杂，还敢让他去签字吗？会不会？他应该会。如果他是一个当哥的话，他可能会先是小小的生气一下，然后最后还是会给他签字。那我就很确定是谁。我也很确定我是谁。你这个肯定最确定，你这个太明显了。张嘉元。你怎么会说是张嘉元？张啊！哎，你看我为什么冒了一个火？哎，我给你很多提示。我是力丸，是吧？你夸夸我。我第一次看到自己这么讨厌。夸你的话，这个座还挺可爱的。AK 长得很高，智商很高，数学很好。夸人嘛，虽然很飘，但是很好。我很飘吗？夸人啊。对，飘是夸人的话。我说的飘是那种，香飘飘的那种。我真的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力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博元。游戏开始。OK。这位成员。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第一印象，帅，OK， handsome， OK， 这个成员啊，你的第一印象，吵 ，noisy， AK 也吵，小九也吵，林墨也吵，我也吵，四个人，如果用一刀。才来比喻这位成员，你觉得什么菜 ？Candy，sweet， jelly candy，jelly candy。如果用一道菜形容，你觉得用什么菜形容？鸡汤。鸡汤。鸡肉。鸡肉。这是什么形容？这位成员，最舒服。衣服穿最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的衣服 colorful not black not white 不是黑不是白colorful 由于 colorful Patrick colorful 利玛 colorful yeah 只有三个人了那OK 三人这个人他经常吃什么应该说是寿司
I know. I know. Okay. Last. Okay. 如果要和这位成员处独行，独行，你觉得是你管钱还有他管钱？这个问题我管钱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想买东西。OK， 我应该我你也知道，我知道。他在我们 team， dance more or vocal more？ 我觉得唱歌。唱歌吗？唱歌。啊，寿司越是唱歌多。这位成员最适合聚餐呢 ？Colorful room。OK。这个成员。他的头发 long and short， 短 ，OK， 那应该是他。这位成员是刘宇，你看一下，我，哎，我知道刘宇 ，Patrick， 你 colorful， 他买很多，不，他 want， 啊，他想买，他想，他是 Mika。但是他经常点寿司是真的，寿司，我的寿司是真的，寿司很多。我先来啊 ，AK， 他的三个优点是：第一，我能很及时的听清楚他在说什么；第二个优点，我能及时的听到他在哪里；第三个优点就是有他在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 idea about。我们的歌曲，对，他是温柔的人，温柔的人，他总是努力学习中文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我有压力时候，他总是next me， 啊，陪伴你，陪伴你，陪伴你 ，Don't be nervous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周柯宇。哎，这里是 Into One 张家园，我的普通话非常的标准。我手里面这个人最近有没有染过头？我手里面这个人最近有没有染过头？有。好嘞。饭量大不大？比较大。比较大。不是最大，它比较大。这个人平时爱讲话吗？挺爱讲话的，还挺爱笑的。如果我手里这位是个动物，那是什么动物？是个很乖的小狗。我手里这个人是不是很有劲儿？还行吧，对我来说，他那种力量在我的那种绝对力量面前还是不值得一提。林墨，我这个人有没有劲儿？有劲儿。有我劲儿大吗？应该差不多了。我这个人会不会经常熬夜？完全不熬夜。完全不熬夜。对。博远，啊，怪不得，哎，吃的长得像小熊耳朵。远哥，你完全不熬夜。OK， 你猜吧。他唱中国文歌好听还是英文歌好听？都好听。真会滑，真会端水。他身材好不好？身材好。如果你想和他玩，你会去哪玩？如果我想和他玩的话。我也想和他去游乐园吧，有那种过山车、跳楼机之类的那种地方。真的？还有肌肉？喝酒？米卡？米卡？米卡？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去打篮球？我错了，元儿哥。家园身上三个优点，我想想啊，第一个优点是我觉得他。我对他初印象吧，这个地方小臂的劲儿特别大，然后还有第二个优点是很能吃。你挺能吃的。我挺能吃啥？我在营里面的时候就挺能吃。哪能吃了？每天我都两菜一汤。哪回夜宵少过你？哪回夜宵有我？我想第三个优点啊，第三个优点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啊，这是不假。但是第二个给我重新换一个来，我怎么就能吃了呢？第二个优点是二个优点是，长得帅吗？对了，对了，才这么简单，你说不出来。啊，有的东西就是近在咫尺，完全就是想不起来。
周柯宇嘛。我夸周柯宇怎么夸呢啊？首先，头发色比较脱俗，身高，然后也比挺脱俗的，然后唱跳就是他很适合唱跳，一开始他就是在我心里面唱跳的两个字的代言人。谢谢。长得没有蔡水源，就是，你看承认了，真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Antoine Mika。 大家好，我是 Antoine Patrick 尹浩宇。我的这个人他是可爱的人吗？嗯，是的，但是可爱在所有人的是不一样、所以他一直跳舞可爱。 OK， 酷和安静吗？他有时候可爱、但是有时候他在舞台上他很酷哦。不是这个，我觉得我 no， 我不是不是、不是、我的人他比我比我高吗？对，很多很多。对，很多吗？很多。太简单了吧。嗯，不是吗？不是。 OK， 那不是。问我，我的人比我矮吗？是的。是的，比你矮。他在我们的家吗？我这个很聪明啊。我太聪明了。他赖床吗？ No， 不是。他就是很容易起床。他在我们的家吗？不在。我知道。他知道了啊，我还会知道是谁啊。他可爱，但是在舞台上他酷，对吧？都是可爱和酷，但是啊，知道。 OK OK。 他是不是中国舞很好吗？是的。哦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。那你说你觉得是谁？我觉得他是刘宇。好，是的。那对，那我我觉得我的应该就是是三场吗？对，完美。哎，走。好 ，OK， 是三场，好吧。我是英特曼刘宇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英特曼赞多，英特曼高金钱。 OK 吗？啊，猜自己的对吧？然后我要看赞多的。很可爱的人。可爱的人吗？最好看了，我觉得。OK， 你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明白了。OK OK， 我的可爱吗？可爱，非常可爱吗？我觉得，我觉得可爱。为什么你开心？因为是我朋友。我问刘宇，是不是他的身高和我差不多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，我怀里的这个人，他是 A 房间还是 B 房间？我们是 A。B。来。啊，这是。好的问题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他是 A 或者 B， 他问你，哦 A 吧 ，A 吗 ？A A A A， 他可爱的人，想不到吗？那我明白。好的，好，那我问，还问刘宇，他是一个人买很多东西吗？不是。那我问你，我的怀里这个人，他的房间大不大？是啊，我非常小。啊？啊，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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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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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大还是小呢？
那我知道是谁了，更爱你了，我知道，对呀对呀。你看我总结一下，我要说答案了，我已经不需要再提问了。嗯，在 B 栋，对，非常大的房间，对，就是 Into 张家园，就是，看一下，哇，到底谁啊？最大的房间。他可以吃非常辣的东西吗？非常辣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？你可以吗？哦，我们都可以吧。对啊，他很喜欢辣。我操我操！你可以吗？他也非常非常辣的。在 A 或者 B 栋，在 A 栋。A 栋。嗯。嘿嘿嘿嘿，妈小东西，和我差不多。在 A 栋、嗯、差不多，嗯，差不多，嗯，差不多，嗯，差不多。哎，他想猜了，他是高正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单身，单身，你确定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下一个。他和我罗一样吗？不是。明白，阿正正，对吧、啊？是不是在三楼？在，在、嗯、三楼有很多人。对 啊, 对啊，我这么多人了、啊。最后问题对吧？嗯啊，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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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是不是一个人讲话很多？嗯、一般。嗯，哇，嗯，一般不行，多不多？正常。多不多？不懂，不多。刘宇也不多，丽婉也不多，周柯宇也不 多, 不多、啊、我不多，不是你吧？完了，在我的脑子里不是他。完了，有惩罚吗 ？OK， 公布答案，高清晨的怀里是不敢不敢看，不敢，你相信自己，不敢看，不信了，你们的表情不太对。山高差不多，山高吗？差不多是差不多，差很多。你也没有，他和我差很多。十多 centimeter 是多的。你只问我差不多，我说是不多，但是是很多。刘宇，从今天以后，拜拜。拜拜。给他惩罚。哇哦！我输了，我还要给他们满足。对，他骗我，我还要给他满足。我没有骗你。那边谁？大妹，大妹，先给我奖牌。小心哦。耶、yeah, ！他的表情。行吗？好，我的简历到了。好的。碰你，碰你了，你骗我。我们打开，哇，金棕色的金黄，是黄金。啊，我们的，好吃，忍不住。我做你的表情，你要复刻？对，怎么可能？嗯，怎么可能啊？这不行吗？祝你万事大吉。